Hello， 大家好，如果你是还没看过上一期我第一次出镜的 Vlog 的朋友，请你不要紧张，不要怀疑，画面中这个脸上长满肉的男子就是矿路，来自2020年的胖路本路。这家伙因为长期在家久坐剪片，缺少运动的缘故，体重已经飙到134了。这是曾经作为一个吃什么都长不胖的瘦子的他梦寐以求的重量。今天拍这期 Vlog 比较突然，也比较随意，因为他正在读高二的妹妹难得的放了一天假回家，他爱心大发，决定放下手里的剪片工作，亲自开车送他妹妹和同学返校。这可把他妹高兴坏了，因为他们村子离县城有40公里远，以往他哥都是骑个小摩托把他送到4公里外的镇上，然后他自己再转坐班车去县城学校，一如11年前的他哥。好了，打住，以上都不是本期视频的主题，我们先把妹送到学校回来再聊。如果你们喜欢这种日常的 Vlog， 那我下次就拍详细点。嘿，大家好，这里是矿路哦，2020年的矿路，就是今天我刚送我妹去上学，因为她今天放一天假，然后现在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知道这个收音效果怎样，因为走的急，没有带麦克风，没有连着，因为现在也是用GoPro的拍摄，所以收音效果不是很好。之前不是说自驾嘛，然后今天先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状态。首先最近两个月会赶紧把尼诺的视频剪了，然后就是筹备自驾了。然后车子的话，现在是哈弗 H5 的一款越野车，但是我到时候还会对旅行进行一些适配性的改装，因为深度自驾嘛，到时候会走一些非铺装路，像轮胎啊、AT 胎这些，底盘装甲，后面要加个拖车钩。这次旅行还会，就是到时候可能会比较多的睡在车上，里面的话，车子内部可能要做一些车床的改装样子，就是到时候后排座位打倒就可以躺在上面，但是我需要加一个磨合，这样车里的空间可以装一些其他东西，行李会比较多嘛。然后基于上面说的这些，其实也是引出我这次旅行跟以往比较不同的一点，就是以往旅行我都是比较赶，就是基本上都是一直在赶路，赶跑，就特别特别那个。然后我觉得这都不是我理想中的旅行状态。然后这次我会往我旅行中的状态去靠，就是尽可能的慢下来，就有点像，就是我最理想的状态肯定就是想啊，开的那个房车那种，是吧？走走停停，遇到喜欢的地方就停下来。但是，那还是一个梦想嘛，是吧？现在就是先开一辆这种越野车，以床车的一个形式先去这样跑一趟，然后到时我还会去买几个帐篷，先买那种金字塔一样的帐篷，就是那种到时候再加一个天幕，这样车边一拉开来，然后再搭个帐篷，这样就我到一个遇到万一遇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我就可以停下来安营扎寨，然后是吧，赏赏风景，剪剪片子，这样然后甚至与当地人有充分的融入与交流沟通，我觉得这才是我旅行的我理想的旅行状态。所以这次旅行会相比以往还是会变化蛮大的，就介于那种常规旅行与那种房车旅居之间的一种状态，就是现在是希望能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对，然后因为今天也不是特地来详细介绍旅程啊、车子装备这些，就是今天先随性的录一个这个 vlog， 先跟你们了解一下最近的状态，因为我剪那个尼泊尔片子的任务还是蛮重的。主要是这个视频的素材太久远了，我剪这种几年前的视频素材就很容易疲惫，知道吧？所以这也是我说的要加快剪辑进度，不然今年的旅行就可能会推到秋天去了。但是也没关系，秋天就秋天，秋天是旅行最适合的季节。只不过因为我确实从去年开始在家待的实在太久了，就待住已经待住，感觉快宅出毛病来了。这因为平时在家里真的就是一个隐居的状态，知道吧？就是常所说的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嘛。我就是介于这两者之中的一个状态，我隐在我村子里面嘛，就平时村里面也没有找不到能聊天的人，能干嘛，就只能在家里剪片，没什么事也不会出来。所以这也导致了我，你看，长这么胖了，是吧？
不过其实我体重也还 OK 吧，我体重现在就133斤，133、134斤是的样子。主要就是脸上的肉多长了点，因为平时在家我妈做菜会做的比较好一点，就把我养肥了，就特别是脸上。所以其实这个不是太担心，因为我本来我的体质是偏瘦的那种人，只要我出去，我跟你说，分分钟就把我打回原形了，就可能该瘦还是得瘦下来。对，所以这个胖的这个事情不用太在意啊，不用太担心。这个现在跑的是320国道，这条路我什么骑自行车、骑摩托车、开车都走过 N 遍了。然后周边可以去玩的地方也不多，像那边，那边那个山是我们这边最高的一个山，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去那边去玩。就是等我这次装备到齐了吧，我还在618嘛，我会买一些那种汽车露营的一些装备，这样到时候我再可能能够再分享一些周边采风露营一个人玩的一些风景视频状态。现在很少有年轻人在乡下过的这种生活了，像我们村里，像我这个年纪的，该出去的已经出去打工了，打工赚钱的赚钱，就我一个人在村里隐居啊，所以我说我是隐居的状态是不无道理的，对。所以剪完尼泊尔的视频，也就是时候该出去了。听歌吧，把声音放大一点，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在这种路上跑，然后一边听着歌一边开车的感觉。只不过这个场景还不是我最理想的那个场景，我最理想的场景就是到那个西部公路，是吧？到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到山野里面去探索、去自驾、去露营。